嘿 ，buddy， 我的战友，我是战神任旭。别给老板们听到，因为他们在楼下，我不要喊大声。说现在又是跟你玩意扰图了。我发现到那睡觉课啊，他是怎样做到的？因为他是用他自己的 account 啊来做直播，而且给睡醒家的人啊看了，难怪这样多人看呐、啊。再 try 多一次，希望再可以再做到。如果再不能，我再继续做我的不断 content 串流。好了，黄金可惜的时间，我们抓紧时间吧，来吧。要睡觉了。几个罢了，我伤心哦。看来我只能做普通款在哪里上传了。哎，好了，影片到位了。如果你超越终极有一定向我领了，请记得按 like， 谢谢观看。如果你是新来观众，请记得按subscribe button。如果你是看订阅，你按下去。如果你是忘记我影片，你记得按门铃就可以了。放心，这个五个我都不要。如果他真的有事，你跟我讲，我就陪他睡一辈子就可以了。没有，开玩笑嘛。好，等等我们自己的话，拜。